收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经过我今天打峡谷之巅，还有前两天打峡谷之巅，我现在油盐的佩服那些就是自己打上路还能打到王者的，真的我就佩服，特别的佩服他们。敬佩之心油然而生。有妖气，红开的，红开的，红开巨魔，红开巨魔可能想反瞎子蓝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相识，这第一个一没一招人其实挺致命的，说实话。你们俩要干啥呀？这老板过分了，老板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鳄鱼的人头吗？鳄鱼的。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哎，没带饼干吗？带了，我饼干哪去了？给我杀他来！你要能越塔杀他这波，我们就血赚。这兵补的怎么回事呢？补不到是怎么回事？这波不亏，我要能塔下把鳄鱼换了，我们就血赚。早点换呢，早我在想啊，是我为啥没早点换呢？问得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忘了为什么没早点换。没事，取经才是重。
我这血多的呢，我要出死刑他俩可能越我塔，我要不出死刑没事，我这一个红宝石加把长剑他俩拿我没啥办法。关键躲了 W， 躲个屁呀、啊！他没技能，他刚才没技能了，他塔下耗了我一波，一个技能也没有。完了，他还装。那鳄鱼那技能吸地可长了，十几秒一个。不过我都杀了他两回了，他怎么还是220呢？第一回让巨魔给赶克死了，打他个杜城先。他没技能，他伤害不够的。给我拆几层塔皮吧。瞎着 W 没那啥，瞎着 W 没吸地刚才。这波可不太好打呀，我没大呀。那我说要不算了呢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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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他们吧，给他们吧，不好打不好打，我没有大，穷点不来不行。Yeah.
虽然我已经杀了他两回了，但是这英雄吧还是不好杀，得等点炎。他回复能力太强了，等我黑切就好了，回家出个黑切去。塔皮给他吃吧，反正也没有炮车，吃就吃了。我要是单纯的出破败的话能随便杀他，但是出破败不厉害，不行我下一件出破败。一棒一棒打鳄鱼也不掉血，那他这英雄回复能力就是强的，你是怎么整？完了，红塔没了，中路没了。下回他E过来我就放 W 呢，省着这人没事，让他来，让他来，这巨魔我能杀，让他来呀、啊、他没敢来，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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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浪费了我个大招，不过鳄鱼也交大了。他这波来的不行，这波来的我 W 都放了，他来了。我这上路有点打不开局面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呢？杀不了人。打小兵，他穿的太快了，一下鼠标飞了，把上塔拆了，然后去帮队友。拆的可挺费劲呢、啊，辛德拉应该帮我拆，其实死死的吧。没办法，龙王飞过来了。他
他怎么会飞过来的呢？出血吧，这猴不出血不行，粘不着人，没闪打不到人。这把还行啊，这把虽然说下路又不是那么很厉害，但是最起码他没送啊，把大树送了四个，那也还行，6-11可以接受。提亚马特清兵不行，节奏太慢。我扛没事，救赎，救赎说明他们往上走了，先走。这大树确实这位置行哈，这大树。这老树精，我这他夹着干啥呢？兄弟，这是在干嘛？这不白送一个呢？简直血亏，龙也没有，是那啥也没有，峡谷先锋也没有，资源全对面拿。我操，这么准的位置！哎，不是这个龙王，为什么我一 Q 他，然后我被晕了呢？好快哦！高地要没了，兄弟们。本来是7-11，一瞬间变成7-16了，死了五个人。鳄鱼也发育了一波，是高地也掉了一波。别抓了，抓不到。要开大龙，
还行。但俺问土地老儿，这版本的猴子太弱了，看着没，又往猴子太弱身上赖。看着，你说人家的鳄鱼连船都不用参就能打得赢，我们这疯狂参船打不赢，跟我说猴子太弱了。人家啥也不用干就带线带线带线赢了，我们这又得参团又得线上打优势，能不能定得到人？这都没杀了，我操，血全死。哎呦我这波配合大龙，能不能打大龙？为什么巨魔没死啊？快打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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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干别的，赶紧打龙。唯一一波翻盘的，真的是唯一一波，没有之一，只有唯一，没有之一。赶紧打龙，瞎子比巨魔等级高，快打龙，别打人，快打龙。可以，先把鳄鱼杀了，然后再把巨魔杀了，我们可以撤。滚他滚他，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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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走，好，快点快点走快点走，赶紧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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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再不走谁就死。嘿，有的翻，这刚才这波配合还是可以的呀。那辛德拉为啥没回家呀？我都回家了，为啥他没回家呀？其实我很想上去杀他，我就害怕我们家没有人，对面有人，我上去我再杀不了，我再送一波又拖节奏，我都不敢上。给我点钱，我马上死亡之舞了，我差了81块钱。哎呦我操，我们家打个这么完美的团战才能打过对面。上波团战完美到什么程度？只能用完美两个字来形容。Nice， 可以打，不急上，巨魔让他追。不去了，走，我们中推。为什么非得要这条龙呢？让他听牌呗，听就听了，下条龙再要没关系。可以打，我刚挡锤子钩，雷鲁斯可以死，他龙王来跟我。中推可以吗？可以中推，小黄毛也起来了，直接一波破高地，可以啊！我大龙 buff 马上没，赶紧回趟家。下波团战有闪现，维鲁斯还得死。维鲁斯是不？维鲁斯闪现是不是跟我同一时间？
但俺问问土地老儿。六合眼儿，巨魔现在已经乱了，发现没有？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巨魔已经开始送了，有点乱了。把下路塔拆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拆下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我操，螺旋丸。这龙王也开始乱套是吧？这不行了，这龙王有大可是挺讨厌的。求你儿怎么死的呢？哎，俺们三个人杀个龙王杀不了，天哪！下条小龙必拿啊，这小龙不拿不行。我得早点把血手做了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他在下路，这儿子给你放了。这 EJ 装备好的离谱啊 ！EJ。先把他们视野给他们排了啊！我这啥也没干，让龙王给我杀了！我操，求你了，人呢？哇！这个位置为什么龙王会在这里呀？还得要个秒表，我发现你别人一下穿死了。哎呀，血手1125，你们说我是快点做血手还是整个秒表？漂亮，可以下去，可以下去，他俩打不了。这个龙确实是有点恶心人，这两波全是这个龙王引起的我们家团灭。携手吧，开龙王开不到啊，我得有闪。携手吧，整个携手。
我必须得有闪现，我才能去能开到对面后排。我没有闪现的锤石啊，还有那个巨魔呀，哎呀，都搁前面看着。球野的位置，往后点吧，往后点，往后点。没事，他交金身了，继续上路，继续推。我有位移，这倒没事。给他们，不要了。拿不了龙，他们没事儿。EZ 其实现在已经感觉是有点无敌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他们没打球女，等球女，我这边有闪，要开就开这龙王，他金身没好，我估计。我屋面精神美好，差个秒表。算了，闭了，我把多兰盾卖了。现在这个视野呀，它很重要。我现在开你们也跟不上啊。还有红 buff，EZ 还被勾了，下一把了。不是打到后边打的有点乱了，稍微别乱呢。先是瞎子被抓了，然后呢，我也没法不上，你说，我就没办法不上啊。然后 EZ 又被勾了，那肯定是打不过那团战。